迷你世界中你不知道的事情，弥斯拉的师傅是谁？今天我和学姐对弥斯拉进行了一番研究，最终我们找出了弥斯拉的师傅。小伙伴们，众所周知，弥斯拉手中拿了一个冰晶，小伙伴们，你们可以看到闪闪发亮、不灵不灵的那一个。今天我和学姐研究了很久，我们终于找出了其中的答案。小伙伴们，记得点个关注，谢谢。我们看到弥斯拉的右边有小龙人灵修，可是小伙伴们，这个时候你们注意看，小龙人灵修所散发出的冰晶，这不就是弥斯拉手上拿的这一个吗？弥斯拉用冰晶打败了虚空幻影，小伙伴们，这个时候就不难看出，其实小龙人灵修的战斗力是在虚空幻影之上的，不然仅凭一片冰晶就可打败虚空幻影，是不是有一点点不可思议？我们来看一下小龙人灵修的简介。我们可以发现，小龙人灵修从之前就从未离开过大海，也就是说，他第一次离开大海便就成为了弥斯拉的师傅。所以说，弥斯拉这位小朋友他的运气可真的是非常不错。小伙伴们，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弥斯拉的简介师在原始森林中一定要小心弥斯拉了。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吗？